工业给，工业，工地。我，冲完地干，冲那工地，伢木和伢木地干的，啊不，谁说俺们太他妈？谁说人家木多啊？木多啊，伢木也，没有哎。啊，人家不用那活啊，抽他们说，啊，我叫，啊，抽完了人家收那个啊。 那你家里你家都只买些高粱，你工业村都行，连长寿啦，都结账啦，都不晓得只买些高粱。啊，就那都，那是人，别嘛，那是人，好的快，那是人，那怕啦，啊，暖酒，那干嘛子？洗碗、洗面，啊，那是。哎，你那那那不，那都没什么好过，啊，没那大包，啊，那家都暖酒，那都家都洗不得牛肉那包，啥意思嘛？都白说洗家里，我啥都洗家里。 那个人工厂了，搞我呀，搞不着的，工厂没人。你讲啊，不等人工的，挖的你不得，搞干的呀的，然后买那就买的，比较招点，买些嘛招点。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他听个啥子啦？啊，给你六块的，啊，给你不？那是送那路的，那是送那路的，把路那边拉拉，找些路那边是那土路的，再困难找路的，那家的。你讲啥子着？ 你把水没带完，难道难道俺爸屋里，他妈没接嘛？干啥的？好了，你干啥的着？我讲没了，你讲没了，没得没空了，没事。喏，干啥的着？没嘛，人家爸楼了，我们没嘛事情不哩，哎，你爸楼了，伢楼了，他都没接，好吗？俺爸没接，隔壁班呢，干啥的？就俺们楼，干啥的？ 这个楼啊，一直在到上面楼的。我呀，这个楼没有了，然后这边呢，差了一个，高粱这个没有，我呀，这个也没有了。